好，我们再讲这个庄严净土分第十。这时候释迦牟尼佛又问了，须菩提，一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不？不呀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问题又来了，菩萨有没有庄严？有没有庄严净土啊？菩萨有没有庄严净土啊？不呀，世尊，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这个问题也是很不得了的哦。你会念，没有错啊。菩萨庄严净土吗？不是，不是菩萨来庄严净土。庄严佛土者，即非庄严。为什么庄严佛土的就不是庄严，又叫做庄严？为什么？昨天的问题，今天又要拿东西了。这一条也是不错的锁链，还一口气哦，有灵气的哦，有灵气的锁链哦。为什么菩萨并没有庄严净土？为什么庄严明明是很庄严的，就不是庄严？因为不是庄严就是庄严。能回答的举手。这一条就是他的，都不执着相，不执着外相。不执着外相是不错，但是呢也不完全，也不完全，不是很圆满。啊，净土是非常庄严的，佛土是非常庄严的。哦，大师，包括是就是昨天讲的，就是这个本来就是佛性。那佛陀在大涅槃经里面啊，佛陀在大涅槃经里面讲了，之所以要发动的时候，只是用一些名相跟你们讲，佛本来就是常住，佛土本来就是庄严，为了要让我了解，用这些名相说庄严佛土，庄严佛土，菩萨庄严佛土，谁来庄严佛土？这只是一种，就像至尊主人讲的，指月的指头，让你们知道听懂了。佛土本来就是庄严的，所以须菩提说，不呀，没有什么叫做庄严佛土的，佛土本来就是庄严的。所以但是呢，讲菩萨庄严佛土，其实没有什么叫做庄严佛土，它本来就是庄严佛土。谢谢师尊。你不用再讲了。大师讲的几乎是99分。大师所讲的就是99分啊。这条念珠
给大师的。好，谢谢你，谢谢你，你讲得不错。就是要懂嘛，你刚刚读啊，这个西菩提一意云何菩萨庄严佛土不雅，师尊何以故？庄严佛土者，既非庄严，是名庄严。菩萨本来就庄严的，佛本来就庄严的。佛本身的相有32相，80随行好。啊，大家都知道了，什么是32相，什么是80随行好？这双耳垂肩呐、啊，这耳朵耳垂很长啊，对不对？双耳垂肩呐、啊，你看师尊也是垂肩呢、啊。碰到肩了，碰到肩膀了，这样就垂肩了。啊，这个眉毛像叶眉，眼睛呢是智慧的眼睛，鼻子像西弥山，嘴呢不是小小的，也不是大。大到扩到这边，舌头伸出来可以覆盖整个脸，粗广长舌相，这个手背很长，过膝盖，站着手背很长过膝盖，脚上有护轮，像那个花色的那个轮网一样的。那是32相，80随行好。你说有一种庄严叫做六庄严，那是外在的。这耳环，挂着耳环，啊，胸前挂着念珠3串，璎珞。这手上有手环，脚上有脚环。那是外在的6庄严、7庄严，那是庄严啊。有时候啊，这个出场的时候都是庄严相，那是外在的庄严啊。刚刚那个啊讲过的这个外在的庄严，其实菩萨跟佛本身就庄严。他到了佛土的时候啊，菩萨在佛土里面呢、啊，不用庄严佛土，他自然就庄严，本来就庄严。所以西方极乐世界就有 tree， 就有 lake， 就有 beautiful house。就不会有寒冬，也不会有夏天那么大太阳，热也不会冷，温度刚刚好。那里呀、啊，七宝行树就是 tree， 有八功德水就是 lake， 有那么好的亭阁凉台，有金银的房子让你住，满地都是黄金，树上都是衣服天衣，吃的你一念头想吃什么念那个东西就出来，穿衣树上结的就是天上的衣服可以穿，住的就是金阁银阁，行的就是云车啊，
随念随到，很迅速的，那个自然它就庄严的。啊，不是是刻意去制造它的庄严出来，是无心，根本无心去弄它的庄严，啊，非常的庄严，但是庄严又不是庄严，因为不是庄严才是庄严，并不是菩萨有心去制造那个庄严，而是本来它就是庄严。佛也不是自己故意把自己捏造成为庄严相，而是他本来他就庄严。这大师讲了，本来就已经庄严了嘛，还要制造庄严做什么呢？因为不是庄严，还是庄严呢？啊，这一句话，师尊已经跟你讲清楚了，这样对不对？所以你光光会背这个金刚经，会念金刚经，所以你讲哦，须菩提，一意云何？菩萨庄严佛土不？不呀，当然是没有啊，我不是故意去庄严的，庄严佛土的。师尊，何以故？这个那么庄严的佛土，既是不是故意去把它弄庄严的？他本来就是庄严的，是名庄严的。就是这么短短的一句话，如果没有讲解，你们也不明白为什么。本来菩萨就庄严了，佛也庄严了，净土本来就庄严了，不用刻意去把它庄严，它本来就是庄严。所以非庄严不是刻意把它弄庄严，非庄严其实它就是庄严。这意思就是在这里啊，你如果今天不解说，不会有人明白这个意思的。这个意思，今天就讲这么一段已经很不错了啦，这样您就赚到了。